火拍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2月20日星期三上午11点开始，全程直播中国研究院第83次研讨会。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中共体制下独特的李瑞现象。居住于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李瑞女儿李南央给朋友们发出通知，2019年2月16日下午8点42分，我的父亲李瑞刚刚走了。李瑞曾经是水利部副部长、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和毛泽东秘书。2月20日，北京在八宝山以正部级待遇为李瑞举行告别仪式。李南央说，李瑞是个人，是个在共产党的铁腕统治下保持了独立的头脑、宣讲常识的、有着真性情的人，这在自由世界里很容易做到，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，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做到。父亲李瑞生前做到了。作为一个不肯符合当权者的政治人物，李瑞是中国极权主义政治的艺术和奇迹。中国学者吴思曾发问，李瑞先生在当代政坛为什么能够存在？明镜火拍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2月20日星期三上午11点开始，全程直播中国研究院第83次研讨会，讨论中共体制下独特的李瑞现象。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毛泽东前秘书李瑞女儿李南央、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希瑞、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周孝正、八方论坛制作主持人史东。这次会议关注的主要话题是：一、李瑞生命最后时光的介绍和李瑞举行告别仪式的最新消息。李南央在2月15日的李瑞走了的通知中说：“我希望随着他的离去，跟随旗手拥戴领军人的文化，在中国也永远的走入历史。”表达的是什么？二、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奎尔说，李瑞视自己为革命和共产党的良心，但他对自己毕生为之服务的体制存有深切怀疑。也有人说，李瑞绝对不能接受将他定位于一个共产党的正部级干部进行追悼，如何从李瑞思想历程解读他与共产党的关系？三、中国学者将李瑞的存在理解为中共体制下贵族民主或等级制民主，这种说法因何而来？是否有道理？四、如何评价李瑞的功与过？批评者说他身上的党文化烙印到底是什么？中国研究院是2013年在美国联邦注册的非牟利机构，以研讨中国和世界问题为己任，并出版了多份研究报告。